天津水府宫70周年，你要吗？系列活动来到第二站，啊，咱哦，管理委员会由常务干事来选票，以及干事团刘华、徐书记、管理委员、副主任委员、单机的马翠英。管理委员刘国英、执行秘书林凤贤，诚心诚意，来请来当天主教金门妈祖用心陪驾来到中中辅助。Thank you.
谢谢。大概录个两三分钟就停，两三分钟就停，这样片子才会再走，不像我剪。这个当时就爱在爱在这个主持当时就爱这个交流这个其他疫情这个在住哦，三观音不错，哦，变成神将啊哦，我来替家哦，
办好全力开干，但他会疯。阿姨，这个也要过，阿姨。